你看我在画的时候，那个颜色的处理，就是很多颜色，其实就是一层一层慢慢变。那你在，所以你在画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到是最后有一个颜色，其实用那个颜色画起来的时候，可能会效果会不一样。OK，我们都行。
只记得最后的颜色。是啊，因为这一定是这样，因为你看，尤其你看那个看最后一张画面的时候，你就会直接用最后那个颜色来调啊。是啊。那最后那个颜色来调的时候，你有时候会，哎啊，为什么那个？就是说，有时候像我们在算数学会有一个程序，那你这个就直接就是从就跳过很多程序。所以老师，你知不知道数学很难？所有公式大家背不起来。其实我数学我感觉数学最简单。我一种数学性格。数学，你答案就在屏幕里写。就那个，我数学问题，问题总是厉害，国文总是好一些。少来，文言文给你写一写看。没有了，你真不得已。卖臭鬼算了，我。好像我这个地方我按了之后，那我再把再用这个亮的色调再点在上面，好，那点完之后我会再用最暗的这个暗的地方再勾一下，所以那个程序有时候你没有看到这个程序的时候，你会处理就直接从暗的或亮的开始处理到暗的，那个效果就会不一样。老师，我们一般用的那个暗色都是那种深咖啡色，好像老师很少用吗？深咖啡。我刚才这个地方也有用到，但是。以紫色系来调整。对。咖啡色。所以你要就是说暗的里面你要让它还是有层次，所以你不能一次就是用最暗，所以在画暗的地方的时候，你要先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色调，然后再慢慢加慢慢加，所以那个情况的时候，暗的才不会变成很暗的很僵硬的一个色块在这个地方。像这个水底暗的地方就是大概是有一些水。有啊，我画的时候笔触都很轻，我们都很重，所以它一涂上去之后颜色都跟那一模一样的，老师的都涂在课桌上面这样，老师会比较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们要共考了。
难怪你眼磨损了，近视的也很严重，然后颜色又暗。这笔我下笔都很轻啊，我下笔的。对啊，你只要颜色上去就好，并不是说要把那个笔压下去。所以感觉上笔上面有色块，有色量那个厚度这样子。我们画笔下面呢，跟颜色一起，然后把那黑子画拼在一起的。很难的，你做那么简单，好漂亮，哇，好像水在流动的感觉。老师画是看是站比较近哈，啊，那个照片是比较。